率升高呢，其實都是一個非常令我們憂心的一個現象啦。我覺得政府呢應該加根據返可能市民提供的一些資訊啦，去加強返當區的巡邏。當然我們可能一些地區人士，如果即市民有需要咁向我們求助的時候，我們都好歡迎去提供咁樣的服務。咁但係我相信都要睇返各個關愛隊佢哋自己嗰個能力啦。咁如果長遠係有一啲額外嘅開支可以俾到地區人士的話，相信佢哋都有能力同一啲安保公司合作。當然關愛隊方面其實佢哋本身係有啲資源可以去可能組織一啲活動啊，睇下會唔會組織一啲智慧課程啊，可以俾有需要嘅市民咧，佢哋去學習一啲基本嘅防身嘅一啲技巧。咁啊，另外咧，其實我哋而家關愛隊大部分情況都係會招募一啲義工，呢班人佢哋如果本身其實係有相關嘅專業知識，或者佢哋其實本身都係一啲有防身能力的人呢，咁我相信都可以自组一队咁样嘅队伍去协助翻我哋当佢有需要嘅市民。